这很明显会有人站起来，我觉得。走过去就对啊。哇哦，嚯，这有吓人哦！干嘛？靠，这游戏有吓人元素在里面哦。Oh my god！按 F 破坏木板，他们走过去了。OK， 哎、欸，没事啊，啊，直接这样跳过来就好了，有差吗？那、啊、这边怎么办？这边怎么办？哦，我现在怎么办？哦。电磁脉冲！往下！哦，还要跑哦！死了吧？哎、欸，那家伙又是谁？他好像突起哦！电磁脉冲！有！我靠，到底还有几只怪、啊？去啊！这边，你怪了吧？这附近还有怪吗？那我走啊，往哪边走？往那边，往前面走吗？对不对？靠背，哇靠，这个有点掉漆，对不对？这有点掉漆，好，好、哦，掉漆了。不要跟我怪，不要跟我说怪，还要再重打一次、欸，我会发疯。哇，还有怪，果然。哦，补血补血，这补血的吧？要下不？洞窟が崩れそう。早く道を見つけないと。啊，所以路在哪里？路在哪里？对啊，路在那边啊，我要怎么过去？啊，这边也不给我过去啊。哦，那边有可以勾的、啊，好吧？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。请人爆发还是什么东西啊 ？OK， 我要解锁这个吗 ？OK， 我解锁这个啊。这个好像蛮不错用的 ，OK。反而跑过去，哦，是这样子啊，哦，对呀、啊，清楚火焰，哇、哦哦哦，死了吧？这谁？狗牌？
边还有什么地方？这干嘛的？哦，原来是这蝙蝠吗？哦。走吧，还有怪吗？没吧。哦，还有，爆头 ，OK， 然后还有怪吗？没了。这个，哦，不能太靠近，太靠近它，太靠近的话它会放不出来。好，我们走这里。这是什么剑？传火 ？What？ 这是什么时钟剑吗？这干嘛的？就这干嘛的？啊？就这要干嘛的、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把剑插在地上有什么用吗？有观众知道的话，可以跟我说一下吗？探索里面内部。好。哦，这怎样？吓到我了。哦，这什么东西？玉石雕像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好像那个木乃伊啊？很像木乃伊，对不对？超像木乃伊的。它好像木乃伊的话，都好像是身体被这样绑着，然后这个。要，然后这里的话，探索发光物体，就是那道光，就是那个光。哦 ，Kimoji 得，哎，现在是哪里？看那什么，很明显是个怪物啊。好吧，这边要打 BOSS 了，对不对？他全身穿了盔甲，他这个盔甲，他很明显里面有人已经死了，因为他好像是一具骷髅。哎，他干嘛？哦，哦，干嘛？啊，这个要怎么打？哇、wow、哦！看一下，好像对他没有用。有用吗？好像没有用。哎、欸，我换个，我换个散弹枪好像会比较痛一点。靠北还有怪。我输被他，
可以的。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他倒了吧，还没倒，快死吧，哦终于结束了，哦哦 easy 还可以，